你哋到底喺度嘈咩啫？赶时间搭巴士仲遇着你呢个阿姐，搞到停晒车，真系烦到呕咯！点啊！大家听到咩事未啊？呢话姐啊，话架巴士埋站停得太前，搞到佢上车淋湿咗。一上车就就车长去死，疯狂爆粗。不过其实阿姐啊，睇片咧你都冇乜点湿啫，淋身边度咁巴闭啊？呢架巴士嚟噶咋？唔通撑伤行人路服侍呢一个啊？你其他乘客都睇唔过眼出声啦，你知唔知骚扰车长系犯法噶？难得车长大哥劲高 EQ， 遇咗啲咁嘅极品啊，全程都冇讲过半句粗口。条片最后就系一边阿姐继续发阿疯，另一边车长就无视佢继续开车。唉，阿姐，求你快啲落车啦，真系好嘈啊！望到大大架警车，实好和平，冇交嗌啦。喂 ，sorry 啊，我嘈咩啫？都估错晒啦。呢位小姐照样企喺 B 位入面，人肉霸位啊，仲要劲招积咁耍手令头，叫人唔好泊架车入嚟。你架车嚟紧啊嘛？系啊。我架车嚟咗啦，我架车嚟咗啦，我架车嚟咗啦。遇着啲咁无耻嘅人，有时真系唔知点应佢好。哎，不过呢位师兄转数又快，够晒精警啊！但你以为咁样就可以秒杀到呢位无耻中女咩？人哋拍好晒车，佢仲企喺度等啊！哇，佢嘅王子嚟啦！两条友仲死心不息咁样喺度拗，真系天生一对啊！一网民就觉得车上位男人先系罪魁祸首，女人唔识揸车泊位规矩就话啫，但你揸车冇理由唔识啊！叫女人帮你霸位嚟到事不关己咁，仲有你啊，唔好挂住睇啦，做下嘢先得噶。